早安，我是金牌。今天呢，我要去参加吊下比赛。那现在时间呢，7:28，比赛8:30开始，我们就跳一下直接去。我们跳下来到比赛的现场，一样呢是礁溪新如意主办的单位呢，就是娱乐园钓具。今天呢比赛的话，它有分预赛跟决赛。预赛的话呢 ，A 组跟 B 组共36人，那一组就是18个人。那这36个人呢，取18个进决赛。我呢去年有参加过娱乐园办的比赛，这次我希望能够进决赛，我们就进去准备东西。Let's go。今天我用的线组半麻坡的天品，今天不外乎送一点东西给各位，请大家看到后面。各位可以看到现场非常非常多高手，跟去年的冠军，对于今年有什么一个期望？今年咯，运气。那再拿冠军怎么办？我再说。这位呢，就是主办单位乐园的老板，这些是不是你要送给大家的？对，即使没有得名，一样都有，只要有笔就回本的啦。心动时间，虾干准备6只送，阿波准备6颗送，衣服也有，什么都有，是想说回馈于各位钓友啦，感谢各位钓友的照顾。有想要参加这种比赛，加入你们的社团娱乐园钓具 FB 社团，大家有需要东西直接找他，他卖的东西都很便宜。金牌介绍。另外优惠，还有小礼物。我们谢谢老板。各位，我刚刚已经访问过老板，接下来访问一下老板娘。谢谢大家不远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参加比赛，大家比赛好玩就好。那我们谢谢老板娘。现在呢，大家在准备抽签。各位，我抽到的是 A18号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从那边数过来就是1号到9号，从那边呢数过来是10号到18号。今天呢？是坐到18号的位置，那旁边的人呢，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各位，刚刚已经结束了1小时的这个比赛，我坐的位置边边，我个人觉得还不错，也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，我发挥这个实力。现在呢，在数虾子，我是18号，最后一个数。18号27。现在呢，来到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因为我们三个的只数都是27只，接下来要称重量。现在要称的是第一个27只，970克。第二个27只是1270克。对，我的18号。10801080。我获得了 A 场预赛的7名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些呢就是决赛赢了之后可以获得的奖项。希望我等一下可以拿个6名。现在呢是 B 组的预赛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B 组的预赛。
已经全部都开始了，每一个人的眼神，一个比一个还要凶。这超漂亮的，对啊，还有花哎！验吧验吧，恭喜！进行最后一次运动时间，然后送虾干哦！恭喜！现在呢 ，B 场的预赛结束了，工作人员在帮每位选手数虾子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 B 场预赛的总成绩，大家都非常的厉害。现在呢，准备抽决赛的座位。金牌哥，这一张九号，我的决赛抽到了这个位置，一样也是边边。你又讲过。太惨了啦！这只超大，九号五只，破洞是不是？第一名是三号小五，第二名六号宝彤，第三名信哥，第四名一号的燕芳，第六名十号的丙灯。我们的奖到第六名，加上刚刚的十一名的幸运奖是九号的王国军，金牌哥。这个就是决赛的风云榜，我呢掉了五只，第十一名。由于钓虾场的收音不好，换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做结尾。今天参加娱乐园办的钓虾比赛，我在预赛中呢第七名，钓了27只。心动时间拿到了一颗阿波，它是蓝洋水产志哥手作3.2分的，今天要送给各位。我在决赛的时候钓了五只，排名第十一名，心动时间拿到了一颗手工阿波跟一只天品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只虾干？这只虾干呢，它是在决赛的时候排名第十一名就可以拿到这一只。那这一只的价值呢，1600块。如果有兴趣想要参加比赛，是说你想要买钓虾商品的朋友们，直接搜寻娱乐园钓具脸书社团，里面会有专员为你服务。来到影片最重要的时候了，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着虾干、手工阿波跟天品？今天我要送出这三样东西。只要你订阅频道、按赞影片，还有留言“娱乐园好棒”，抽三位。后面还有幕后花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是决赛的选手，请问你第几名？第12。决赛难掉。这位好像是我们的滨海战神。趣味，还可以。趣味。去年的冠军，今年是不是差一点？赛中没有把握、啊，尽力。明年再来，你是不是有拿到第五名？奖品最多，木头你的，这里这里，哇，都厉害，这些全部都是你的，太厉害了。明年会不会再参加？会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，就这位老板，有需要什么钓具，直接找他。个人脸书摆在下面。这边金牌介绍，另外优惠，还有小礼物。我们谢谢老板。